你们好，我跟我的鸡在外面。哦，你看，翻翻，你好，翻翻。我们要看外面有没有花了，有花，花有没有开了？花是 flowers， 有没有？我以前有一个 video， 我说在那里有会有花，可是你看花被吃了，看他们被吃了，哎呀，没有花了，花都被吃了。我的 tulips 都被吃了，谁吃了我的花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是鹿吃了我的花。鹿是 deer， 可能 maybe 可能是鹿吃了。你看那里，我的花都被吃了，哦，很不好啊。我很喜欢那里的花，可是没有了。有那里的花，还有那里，那里小小的花，呀哦，还有那里有小小的紫色的花。可是我的 tulips 都没有，都被吃了。好，再见。